今天的这个婚礼，我与 Audrey 结为一体的这个婚礼，完全是属于你的旨意，而非我们的旨意。主啊，主啊，请让圣灵今天充满在这个爱美酒店里，让每一位嘉宾都能够感受到你的恩典、你的喜乐。在过去的四年半，你陪伴我走过了高山，走过了低谷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各种神的奇妙恩典。当你带我重回到教会的那一刻时，我就知道 This one's different。 Welcome， 有三个关卡啊。好，关卡一就是限时30秒之内，你们要全身要狼新郎跟伴郎要合力把吐司咬出 I love you。 哇塞，这些人为什么要红色，然后这边要绿色。上去夹夹在屁屁。 Oh my god，完全不叫不叫也不住的，这还好啊。有，好了好了。好会穿啊！有人要穿吗？哦，可以了，穿上来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只疼你、爱你一个，永远宠你，永远让你，答应你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做到，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。我爱你。爸妈，过去41年半的把阿举抚养的这么好。 Helen， 阿举，这个你们结婚很好，这个不求辉煌腾达、荣华富贵，但求平安健康就躺喜了，好吗？阿举公你跟着我们40几年，我们真的是很珍惜你这个女儿，但是为了你的幸福，还是要让你跟另外一个神所命定的配偶跟他在一起生活。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、呵护与栽培我。爸妈，这40多年来真的辛苦你们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会与 Alan 好好生活，一起孝敬你们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你也要多运动，多吃点青菜。最后才是想跟你们说 I love you， 谢谢你们。阿举江宇轩， I promise to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, all my soul, all my mind, and all my strength。他必坚立你们手所做的功，也必与你们同在，
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门。Dear Alan, 曾经以为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不会结婚了，也几乎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但神让我遇见了你。四年多前，我们在脸书上重新相遇。你总是把我摆第一位，让我感受到被重视与被爱护。即使小小的细节，你也不会忘记。我说过的话，你总会放在心上。这四年多来，看到你的改变与成长，更看到你对神的渴望与爱，你愿意正视你自身的问题，并做出努力去改变，让我在几次几乎绝望的时候，仍然存有盼望。我相信你就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另外一半。我要跟你说一声，我爱你，也谢谢你选择了我。我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，从今以后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们就是彼此家中的磐石，彼此的 cornerstone， 耶稣基督，感谢主。